哇！呢個太陽餅喎，朋友喺台灣拎翻嚟喎，所以咧要拍片剝嚟食下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喺買車方面啊，真係要慎防，係咪睇下會翻佢嘅相機先？啲唔知國產車嚇。好啦，咁啊呢段時間我哋講住咁多先。咁我哋咧個呼籲就係我哋1月28日大年初七，今個月係1月27日，而家1月2日。咁普通垃圾啊！我抌依個啫嘛，依個咧我啊肯抌一抌嘅，你啊兜一個袋啦。